干嘛？报复啊！刘连七，我们得包围了。问问他们想干什么？救援一号，救援一号，我是韩浩宁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我要做无谓的抵抗，现在向你发送新的航线数据，请按照此数据飞行。 我们的考核内容里没有这一项，你们的考核内容里也没有用轨迹骗取直升飞机的这一项，你们这是在报复吧？随便你怎么认为，航线数据发送中，请接收。林杰，赶紧想办法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人家是武装直升机，我们是运输机，一架能干过我们10架，想逃也逃不了啊。 那就只有从了他了，从了吧，到地面再说。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对。猎鹰，这里是韩浩鸟，救援一号从了。韩浩鸟，跟上救援一号。明白。 李朗，说说感受吧。飞得挺稳，别打岔。我最讨厌你这种笑容了。为什么？我对这种笑容印象太深刻了。以前，咱们俩打赌，每次你赢的时候，你都这么笑。你也只有在这种时候笑得才最真诚。 形容吧，我什么时候笑得不真诚了？在我们的婚礼上。现在回忆起来，你笑得真假。是男人，别老翻旧账。好，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 你们婚礼的时候，你真诚的笑一次，那我这辈子都不跟你翻旧账了。咱一小对儿，管住，要不了。OK， 要不住，行啊，不要了，走了啊，6道 K， 没了。 偷袭啊！你炸你！<笑>几分？几分？几分？还跑的也太快了吧！你这牌跟你俩玩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哎，刚才你们有账没有啊？把分记上。哎，都看我干嘛？怎么了，老板？这可能是你。 最后一次给我们记分了。谁说的？万一哪天飞狼要回到狼牙，我不就又回来了吗？啊！他不会回去了。即使有机会回去，你也是客人了。哎。 我刚才那个二线出了就好了。好了，继续啊！我来。这是回基地的路。 没错，按照他们发过来的航线数据，5分钟之后，我们将会降落到基地机场。他们想干什么？我们现在考核还没有结束，按照演习规定，我们应该把2个飞行员送回监狱点。刚刚接到指令。
接应点已经更改到了基地机场，要求我们一系按照流程照样进行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觉得我们不用怕，大不了跟直播飞行员啊大干一场。到了地面，他不是我们对手，还是克制一点吧。 毕竟我们大家都是战友，别人我倒不担心，可就那韩浩鸟，他就不像克制的人，搞不好这场意外就他挑出来的。那猎鹰呢？猎鹰就不管吗？你得了吧！猎鹰飞行服还在小鸭身上穿着呢，他不默许，那这帮人敢这么干？猎鹰不是那样的人，人心隔肚皮。我了解他。各位，我有个请求。 等我要是真闹起来了，把韩浩鸟交给我来对付。哎呀，林幺四号，没想到你现在归属感很强啊，我们都很欣慰。什么呀？他是怕韩浩鸟吃亏，不过我能理解，男人就应该这样。哪来那么多话呀？你能不能对我态度好点儿？你要是再话多，就坐后面去。好，全听你的。 兄弟们，韩浩鸟，容我说几句话，好不好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看，大家都是军人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军人啊。带你们，你咋了？你表情这么怪、啊？你这帮兄弟姐妹也不对劲儿啊！摩拳擦掌的要干什么呀？哥几个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真的，将来咱们还要密切合作呢。 千万不能那样，真的，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淡定。不是，丹鸟，太冷了。丹鸟，你怎么越来越呆了？我们只不过是按照猎鹰的指令过去和你们霹雳火一起列队，这会影响团结吗？啊，你们，我们都是军人，你以为我们想干什么？打群架呀？哎，丹鸟，我给你个建议啊。 回头啊，把猎鹰那身衣服洗干净运好了再送回来啊，还有我的啊！嘿，林幺四，你干嘛呢？人家战虎的战友等着列队呢，你挡道了。林幺四，快回来吧，咱们也得列队。林幺四，我觉得你刚才说那话特别不合适，太给咱霹雳虎丢人了。林幺四，你快回来吧，丢死人了。